刚刚那个车长那一本零九零九 S 哈。刚刚那辆车六点十二分出发，就是2243浙江三杠加一的，886886二到一号村的。这一期就没见到树林了，太那个之前都没他们，泰国之前都没他们。上一次就没见到树林的泰国之阳终于在瑞芳站通过谢哥，就那样，拜拜。